继续带您来看，这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晚宴。那么在台湾时间呢，今天一早登场。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时光花园，像是各界的明星艺人，他们的红毯造型也备受瞩目。来看到担任联合主席之一的女星千黛雅，还有珍妮佛罗培兹，从礼服到妆容都是细节感满满。还有呢，超模吉吉哈蒂跟歌手卡蒂 B 的定制礼服也是焦点。而另外呢，包括了韩国明星 BLACKPINK 的 Jennie 也都出席了这一场时尚界的盛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